係 Spirit 嘅選用咧，我揀咗嚟就威士忌。雖然大家同樣都係叫威士忌，但係一個係美國，一個係蘇格蘭，一個用粟米，一個用麥芽。 Mixology 將地域嘅限制打破，將唔同嘅人、唔同嘅事物帶嚟一個叫酒吧嘅空間，連接住你同我，將呢四個 M combine 就係我哋調酒師嘅工作。Come on guys, let's check！ 我想講多啲心底話，去表達一啲諗法，一啲 message。Modern， 我想用一杯酒點樣贏。 我希望大家以後每一次去酒吧嘅時候啦，都會記得其實你前面嗰個 bartender 除咗佢要做一杯好好飲嘅嘢啦，其實你每一次見到佢，你開唔開心都係好緊要㗎，我覺得。咁啊，所以今日我好目標主題啊，咁所以我就打扮成一個好似馬戲團一個攤位嘅老闆咁樣，希望大家可以重拾嗰種你當初做 bartender 時候最開心嘅時候啦。好啦。 我初心係 cocktail 啦，我嘅客人啦，我每一日翻工嘅動力都係見客人啦，我係冇放棄到我中意做嘅嘢。最尾呢場比賽好 enjoy 啊！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做咗我可以做同想表達嘅嘢，我冇遺憾。最後冠軍係阿樂，恭喜你！ 如果大家同有機會同阿樂做過嘢咧，咁啊雖然佢好惡，個人又好囂張啦，係啦<笑>，咁啊但係其實佢內心咧係個好好人嚟嘅，咁我都好 appreciate 佢喺我 bartender 成長嘅道路裏邊搞咗好多嘢，今日係開心嘅，佢攞冠軍反而係啦，好，參加呢個節目嘅時候 interview 導演問我阿樂你參加你有咩目的啊？我當初諗都唔諗答佢，我係好希望。 可以為呢個行業出一分力，大家就睇呢個節目，希望以後可以多多支持香港酒吧行業嘅發展。即刻用 ViuTV app 同上 Viu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